兄弟们，前两天不是跟黄色马蜂窝约了三局连胜吗？这黄色马蜂窝的蜂王也是放出了狠话，他说他要是输了的话，就带领他那些不会飞的小黄蜂退出马蜂窝界。昨天第一局谁赢了，你们也看见了。下面来到第二局，第二局我徒弟也是换了一个号，就是这个上海第一的光头小白衣。这把怎么好像挨撞车的一窝红色马蜂？别一回这两窝马蜂先干起来了。还好那窝红色马蜂没跳着，还是老规矩，我们先收好物资，然后再开干。OK， 兄弟们，这边物资收的差不多了，我徒弟给我架着右边，我架着左边，我们想签就开干。开枪示意我们已经准备好了，我在左边开枪，这些马蜂怎么全跑去顶我徒弟了？上来我徒弟就打掉一个，我们赶紧去支援一手。我靠，我徒弟那马蜂偷卫生了，我必须给我徒弟报仇。就李小子偷我徒弟是吧，这 ID 我让你盗别的没法盗。这些马蜂窝啥时候练起爆头线来了，一千给我干脑袋上了，赶紧找个好地方回一下状态。完了，右边有脚步，他应该看不见我。不是，你们这黄色马蜂窝是不是玩不起，怎么扛上火箭筒了啊？快跑，我这就是你们说的正面刚，一堆人拿个火箭筒追着我跑，这科技来了也顶不住呀。诶，这有一个小角落应该可以打上药，他们这么乱的脚步一时半会找不到我的。果然他们一直在我刚才的位置乱撞，就是没往我这来。赶紧给左手封一颗烟挡住左边的视野，防止四面八方的马蜂都顶过来。左边来脚步了，直接一手提前签，这块铁皮救了你，你还敢出来，我头盔都给你打飞。听脚步拉出去一手提前签，好，马签了，输回来不要紧。换个子弹，左边烟雾也来人了，打手提前签把他吓回去。右边的马蜂趁机顶过来了，头盔给他打飞。右边又过来两个脚步，预瞄点炸好，准备给他头盔打飞。完了，这家伙玩不起了，火箭筒一炮给我们三都炸飞了。这就是你们黄色马蜂窝，真牛呀，还知道给我盒子清理一下灰。行，你们给我等着，我跟我徒弟不把你们打解散，裁缝人也别做了。现在是双方各赢一局，就看第三局了。第三局我跟我徒弟早已收好物资，就等着马蜂窝显签开始。这么快的吗？刚想完签就听见脚步顶过来了。我一瞅着打的第一个原来是蜂王啊，前面两个脚步我们对着过道打死提前签， OK 成功带走一个。我看我徒弟这边打得这么激烈，我来给他架手签。我这边不知道啥时候摸过来一只马蜂，赶紧躲一下。诶，看左边的淘汰播报，我徒弟这边是把刚才那个人干掉了吗？我靠，怎么一下跑我徒弟脸上来了，赶紧给他补脸签。正前方又过来一个大菠萝火力选手，还战神起跳，头盔给你干飞。我换了个子弹，我徒弟就打到前面去了。哇，这马蜂刚出来就被我徒弟瞬秒了。我靠，你们看看谁才是真正的老六，又是玩火箭筒，又是趴在阳台一动不动的，最后也是成功将这一窝马蜂团灭。三局连胜，我们赢了两局，希望你们这窝没实力的马蜂能信守承诺，赶紧退出马蜂窝界。又成功让一窝马蜂窝解散，我们下期见，拜拜。